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68面。第八行，新罗元晓法师从这里念起啊。新罗元晓师于中要论无上菩提之心曰：一者随事发心。二者随理发心，言随事者，亦烦恼无数，悉愿断之；二善法无量，悉愿修之；三众生无量，愿悉度之。于此三事，决定明愿。决定祈愿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是唐朝时候，现在的韩国啊，元晓师，他在中国留学，是个很出色的留学生，回到韩国之后，成为一代的祖师。宗耀是他写的这个《无量寿经》的注解，成为宗耀。他在这上面呢，给无上菩提心做了一个解释啊，他也讲随事发心，顺理发心啊，跟前面我们所读的《往生要集》里面所说的原是菩提心、原理菩提心很接近啊，意思都差不多。那么言随事，前面呢讲的是四弘誓愿，这个地方啊，他只讲三个，啊，只讲三句，意思跟四弘誓愿呢也很接近，啊，你看第一个，四弘誓愿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啊，他此地说的烦恼无数啊，愿悉断之，啊。由此可知，发菩提心呢，不能不断烦恼。啊，为什么呢？菩提心是觉性啊，烦恼是迷呀。因为有烦恼，觉性啊就显不出来了。啊，我们知道，觉性是自己的真心，是我们自己的本性。中国古圣先贤告诉我们，人性本善啊，三字经里的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迷不善了，觉就善了啊，所以本善
在大乘法里面称为本觉，啊，中国古大德讲本善，本善跟本觉实际上是同样的境界，啊，是一桩事情，啊，那现在我们不善了，不善是习性，因此教学就非常重要，啊，教学最重要的，也就是第一个教学的目标，啊，古人讲宗旨，主要的，就是如何能够啊保持本善。而不迷惑。其次呢，已经迷失了本性了，如何帮助他恢复本善？这才是教育真正的目标啊！啊，所以中国古时候教学。学生读书，志在圣贤。啊，圣人，那就是保住本善而不会变质。贤人呢，啊，一定是从不善回归到本善。这是贤人君子啊。啊，古时候教学，你看看，以这个为目标，啊，跟大乘教里面烦恼无尽誓愿断，啊，第二呢，善法无量，愿悉修之。啊，什么是善法？利益众生的都是善法。啊，翻过来了，利益自己的都不是善法。这一点，大乘教里头讲得清楚啊。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我利益自己不是善法？我们想一想，大乘佛法学的是什么？啊，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是要成佛了。大乘经佛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现在不是佛了。啊，为什么不是佛呢？现在你为自己，你就是六道凡夫了。错了啊！为什么说为自己就错了呢？啊，《金刚经》是中国人必读的，不学佛的人也喜欢读。啊，你看《金刚经》上半部讲的破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四相具足是六道凡夫啊，不再分别执着这个四相了，你就入佛门了。啊，你要再问为什么？四相是假的，不是真的。
执着假的不肯放下，这叫迷。他迷什么？就迷的是这个。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断烦恼，头一关就是放下身心，就是破思想啊，什么人破了？《金刚经》说得很清楚，虚头环就破了。小乘出苦大乘像华严经上所说的实性菩萨初性位初性位就刚刚入门，好像小学大乘的这个佛这个佛教的小学一年级就破了这一关不能破。你没入一年级，你还在幼儿园呢。不是这佛的正式弟子，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烦恼不破，善法就不能建立。烦恼障碍了善法。破坏了善法，那道理在此地。我初学佛的时候，我向老师请教，佛法殊胜的，令人仰慕，有没有方法让我很快能够切入？老师告诉我两句话。看得破，放得下，你就入门了。看得破是明了事实真相，放得下就是放下烦恼。烦恼里头头一个是放下身见，无我，确实没有我。六道十法界执着这个我是假的，特别是六道执着这个假我，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正法特别是大乘里面纯正纯圆那是什么？纯净纯圆华严法华了，这是标准的。我执没有破，你就入不了门这叫正法。经论里面佛讲的很多虚陀洹断烦恼，断的哪些烦恼三界九地88品见惑，这个统统断掉才能证虚陀洹苦也就是实性菩萨的初性位佛在教学把这些东西归纳为五大类
这容易教，也容易学啊。88品见惑啊，分为五大类。第一个是身见，第二个是边见啊，身见就是执着身生活，都错了，身不生活啊，边见就是现在所讲的对立啊，我跟人对立，跟事对立，跟一切法对立啊，我们今天讲相对的啊，这是什么？这是所有烦恼的根源啊，从对立才起矛盾啊，从矛盾才产生冲突啊，冲突再提升就是斗争啊，所以今天的社会都讲究竞争呢，这是搞六道轮回，这决定不是佛法。佛法里头没有竞争啊，佛法讲六合嘛，哪来的争呢？啊，有争的这个念头，有争的行为，那永远搞六道轮回啊！而且六道轮回应该多分是三恶道啊！你看人天圣人君子，他不争，他讲究让啊。古时候我们中国人教学教小孩，从小就教他让啊，先是忍让啊。慢慢学会了谦让，提升了谦让啊，到高境界的时候礼让，就让到底呀 啊哪有真的这个念头啊，真的这种念头，这种行为啊，君子之所不耻啊，没这个种道理啊。所以真正能够放下边界啊，放下对立，社会就和谐了，冲突就化解了啊。第三种叫见取见，第四种叫戒取戒，这两种我们可以把它合起来，中国人所讲的成见啊，某人成见很深，成见有两类，属于因上的成见叫戒取戒，属于果上的成见叫见取戒，这两个我们中国人合起来叫成见。没有成见的人心地清净了啊，在这个世间一切可以就像普贤菩萨一样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他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啊，为什么呢？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最后一种叫邪见啊，就是上面这个四大类，不属于这四大类，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就是归到这一类，叫邪见。这个东西没有了才入佛门
啊，所以佛门不是说你研究多少部经，啊，你持戒，啊，行善念佛，不是这个，与这个不相干。关键是，你烦恼还有没有了？它障碍自信嘛。啊，诸位要知道，学佛终极的目的是明心见性。啊，不仅仅是禅宗讲啊，八万四千法门，门门最后都是明心见性。啊，所以《般若经》上佛说的好啊，法门平等呢，无有高下。为什么？到最后都见性嘛，没有两样嘛，只是修学的方法不一样。啊，门道不相同，方向是一致的，目标是一个。啊，这就是我说的佛佛道同，啊，法门平等，就这个意思。啊，那佛为什么施这么多法门呢？因为烦恼太多，个人根性不一样，法门多了，便利于大家学习。你觉得哪个法门适合你，你就用这个法门。啊，但是一定是烦恼轻，智慧长，那你就修对了。如果你修学这个法门，烦恼断不掉，甚至烦恼更多，那你就全错了了。啊，功夫得力不得力了，是清净心有没有现前。啊，我们这个经的经题上，这个标准是清净、平等、觉悟。啊，阿罗汉证得了清净心，菩萨得了平等心。啊，佛是大彻大悟啊，觉字觉是佛。啊，这很管用啊。啊，烦恼断了之后，才能修善法。啊，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善，这个善的定义你搞清楚了。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恶的善是相对的，是对立的，那就不善。啊，六道里面有善恶，讲善恶。啊，修善生三善道，造恶呢，那你就会生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所以它不是佛所说的善，佛所的说的善呢，超越六道轮回了，五种见惑断了。还有思惑，思惑是思想上的错误。啊，三界九地一共八十一品。啊，佛也把它归纳为五大类：贪嗔痴慢疑。这五大类，这个东西也要断了。不但没有这些行为，念头都没有了。啊，贪嗔痴慢疑的念头都没有了。这个疑，特别是对于圣药。啊，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你要有怀疑。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你要想出离六道轮回，你要相信圣贤教诲啊，中国古人所谓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为什么不能怀疑呢？这圣贤人是开悟了的，明心见性的。我们是在迷惑，六道里头迷得很深深呐，四圣法界迷得浅，也没开悟。啊，你看四圣法界里头，有声闻就是阿罗汉。有辟支佛，有菩萨，最高的有佛，那个佛也没有大彻大悟啊，十法界的佛啊。所以十法界，我们今天讲六道是凡夫啊，佛在经教里面把凡夫分为两种，六道里头叫内凡，六道之内的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叫外凡，六道之外的，他还是凡夫。啊，为什么说他是凡夫呢？他用的是妄心，不是真心。但是他们的妄心用得正。啊，正在哪里呢？因为他对于佛菩萨教诲不怀疑。他完全接受依教奉行啊，所以他行得正啊。十法界里面的佛虽然不是真佛了，很像真佛啊，你看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很像真佛啊，就是三藏经典里面的教诲，他做到了，他落实了。啊，如果他能够转八识成四智，那他就是真佛了，就不是假佛了。啊，他就不住在十法界了。啊，告诉你，十法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他用真心了，不是用妄心。啊，那么由此可知，十法界里面全是用的八识五十一心所，用的是这个。四圣法界觉用这个妄心呢，他觉啊，他依佛叫皈依佛，真正皈依佛了。我们六道是假的，不是真皈。啊，皈是回头啊，依是依靠啊。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依靠经典上给我们讲的句。啊，这叫皈佛。所以皈依的意思要懂啊！啊，哪些是真皈依的呢？四圣法界是真皈依。啊，皈依法正而不邪，皈依身静而不染。啊，你看我们六道的数了三皈依，还是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这不是就是假的吗？有名无实啊！啊，四圣法界的时候，那名实相符。转八识成四智是真心的。啊，转第六意识，那就不用第六意识了。那是什么呢？
妙观察智显现了，自信的智慧。妙观察智啊，转地起莫那时，为平等性质，这是自信里头的德了，德性。啊，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自性本具的般若完全显现。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得大自在。啊，这用真心，用真心那是真佛。用妄心不是真佛，啊！所以天台家讲十法界里面的佛叫相似即佛，不是真的，啊，相似很像，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大乘经里面讲的善，通常看成善恶的善，错了，善恶的善在烦恼里头。啊，那么这个地方的善，至少我们要用贤首过世的还原观上讲的四尽德的善，随缘妙用，威仪有责，如何知止待众生苦的善啊，化身菩萨，这是善。啊，愿习修持。啊，我们发愿要像地上菩萨一样。啊，真修啊。第三，众生无边呢，愿习度之。这个跟四弘誓愿第一愿一样。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怎么度他呢？教他啊，众生觉悟了，回头了，这叫得度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生教学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啊，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教学，教一辈子。啊，79岁圆寂的，讲经300余回，说法49年。啊，众生苦，苦从哪里来的？迷失自信就苦了。他有烦恼，他有习气，他造过业，要受苦报。啊，佛菩萨怜悯大家，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啊，你觉悟了，你就离苦了；你明白了，你就得乐了。啊，所以《大乘经教》里面，诸佛如来那真正是在度众生了。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他的方法就是教学，不但言教，最重要的身教啊，他做给我们看了啊。于此三事，决定其愿。啊，就上面说的这三桩事情，啊，决定，
期是期望，期待这个愿要圆满。啊，下面解释的好，初断烦恼，啊，断烦恼，你看，如来断得正因，啊，这讲三德了，断德、智德、恩德，啊，佛定。我们看到供佛的大殿，匾额上写的叫“大雄宝殿”，这什么意思呢？佛是大英雄啊！英雄是什么意思？别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到，这叫英雄啊！啊，六道众生做不到的，就是烦恼断不掉。哎，佛有办法，他能把烦恼断掉啊！啊，这称之为大英雄啊！啊，我们学佛，头一个要学佛的断德，这个断就是放下。啊，所以这是如来。断德的正因啊，不断烦恼怎么行呢？啊，那是烦恼怎么断法呢？如果不能深入经藏，你就没办法啊。所以老师教我，看破在前呢，放下在后啊。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所以你放不下。看破了，自然就放下了。看破帮助放下，那放下呢？放下又帮助看破，这境界提升了啊！大乘法里头。从实性位的初性一直到等觉，华严经里头排列的51个阶级，就好像51层大楼啊。我放下第一层，我到第二层了，我放下第二层，我又到第三层了啊，放下第三层呢，我到第四层了啊。所以看破放下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啊。放下是烦恼无尽是缘断，看破是法门无量是缘虚不学不行啊，不学到一个阶层之后就再不能提升，再上不去了。什么原因？他不肯学了，学无止境啊。中国古人所说的活到老学到老还学不了啊，得勇猛精进啊，才能学到佛的那个阶层呢、啊？次，这个善法无量愿悉修之，是如来智德正因啊。所以智慧在哪里？智慧从行善。啊，今天中午深圳有个同修来看我，前一次来看我的时候
他是个商人，是个企业家。我告诉他，如来所说的生财有大道啊。我说你要不要听？那当然欢喜啊，发财嘛。那搞企业就是要发财嘛。佛告诉我们，财从哪里来的？财从布施来的。啊，你能够修财布施，你就得财富；你能够修法布施，你就得聪明智慧；你能够修无畏布施，你就得健康长寿。啊，真的一点不假。我是在60年前张家大师教我的，我学了60年，证明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啊，他听了很高兴，他真干。啊，他做这个超级市场。啊，国内连锁店呢有105家，啊，买日用品的，啊，这个生活必需品，啊，像这个柴米油盐这些东西，蔬菜这些东西，啊，他真的干了，退出，他这个100多家店，采取什么个方法呢？他叫是。零利润供给，就是他买了多少钱，他还是这个价钱卖出去啊，所以他东西便宜啊，比哪一家都便宜啊，东西又好又便宜，所以生意好得不得了。他来告诉我，他说没错啊，而且呢，这个生意做起来从前很操心啊，但现在不操心了。啊，以前很攀缘，现在不攀缘了，啊，生意是越做越好，啊，人家都到他家来买东西，啊，蔬菜水果的时候是，没有利润的，啊，完全就是成本对这个卖出，好啊，啊，我再告诉他，修发布时。长聪明智慧呀、啊！啊，修无畏布施，健康长寿啊！啊，他的招牌叫新一家，他在中国很多人知道，啊，啊，所以佛给我们讲的话，真话不是假话。啊，不肯布施，你也发了财了，那才是你命中有的。啊，命中没有，财从哪里来？读了凡四训就明白了。古人说的话没错，一生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啊，无论用什么方法手段得来的财富，都是你命里有的，你命里没有得不到。啊，命里没有的怎样得到呢？布施得到。啊，你真肯修财布施，啊，你就会得财富。啊，这都是真的。啊，我们学了60年了，一点都不假，啊，所以对老师感恩呐，啊，对佛菩萨感恩呐，经典上这样教导我们的，
第三心者，第三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之，这是恩德真言。这是什么？无一不是啊！所以这三句你要是学会了啊，你得财富，你看这个第一啊，你断烦恼的时候你会得财富，你修善法的时候你会开智慧啊，你念念都为了苦难众生，这是无为啊，你得健康长寿啊，恩德了啊，不要为自己啊，啊，为众生啊，为自己呢，这就说出来了，为自己增长自私自利，这就错了。所以佛法是先把自私自利给断掉啊，讲无我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这就超越六道轮回啊，提升到四圣法界啊，《金刚经》还有后半部啊，后半部就更上一层楼了，不是讲无我相了，他讲无我见，见了念头，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念头都没有了啊，那你就超越十法界了啊，超越十法界到哪里去了？往生到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这是真的真理，真的事实啊啊，下面这一句总结是：三德或为无上菩提之果。啊，四弘誓愿最后一条，佛道无上誓愿成。前面三条做到了，后头这一条自然就成就了。即是三心，总为无上菩提之因。啊，因果虽异，广长量起，等无所异，无不包括啊！这是学佛初入门的时候，诸佛如来给我们开始的总纲领、总目标、总方向。那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标？那就是八万四千法门。个人可以不相同啊，但是你要晓得，八万四千法门方向是一致，目标是一个啊，所以我们选择一个法门，我们今天所选择的持名念佛，我选择这个法门啊。对于其他的法门呢，尊重顶戴呀，不能轻慢呐，轻慢有罪过啊。啊，有很多人认为我这个法门高，比你高，你不如我，这个话不可以说，只能说这个法门适合我修，我修这个法门比较容易。啊，对于不同的法门要尊重。啊，你要是毁谤，那你就谤佛、谤法、谤僧。啊，毁谤三宝，阿鼻地狱的罪过啊！
这不能不知道啊。毁谤别人就是功高我慢呢、我慢心是生烦恼啊，不是生智慧啊。所以学佛一定要学谦虚啊。菩萨六波罗蜜里面教给我们持戒忍辱。菩萨戒里面自赞回他，在瑜伽戒本里面重罪自己赞叹自己，回谤别人，重罪。所以我们看华严经幕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善财童子是修念佛法门。你看对于五十三位善知识所修学的，不是这个净宗法门的，你看他多恭敬多么感恩，这是正确的，这教给我们都是佛说的嘛，佛说这么多方法度不同根性的众生嘛，哪里会有错呢？善财是一个行菩萨道修行人的好榜样啊，我们应当向他学习自己谦虚礼敬别人赞叹别人这个就对了古德也常说，若要佛法兴唯有身赞身佛门四众弟子都能互相赞叹，佛法就兴旺起来了和谐了吗？家和万事兴吗？你自己家里不和肯定衰败外面也没人瞧得起你所以沉静谦和这四个字非常重要下面是如经也，发性毕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啊，前心心难，自为得度是先对他了，是故我离初发心。此地的发心是发菩提心，就是上来说，四弘誓愿，不分宗派，不分法门，普遍都发这个心那是不是真法了呢？那另当别论。佛菩萨对初学的人的要求是要真法。这个心就是立定了方向，立定了目标。前面三个是方向，最后一个佛道誓愿成，那是目标。断烦恼是断德，学法门是智德，度众生是恩德。这个三德
成就了最后目标。啊，佛道无上誓愿成啊。啊，那么有确实有慈悲心恳切的人，自己没度先度别人。菩萨里头有个代表，地藏菩萨就是啊，这种例子啊，真的舍己为人呐！啊，这非常非常难得。啊，华严经讲化身菩萨四经的最后一条，待众生苦啊！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断德跟智德。断德是德行，智德是智慧。没有德能，没有智慧，怎么度众生？有智慧，没有德能，不行。有德能，没有智慧也不行。慈心果报虽是菩提啊，菩提就是成佛，而且花报在于净土，对往生。这是对我们中下根性人说的啊，我们知道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只有上上根人才有份。通常讲上中下三根都做不到啊！啊，由此可知，烦恼难断，啊，非常的困难。什么原因？我们在六道时间太久了。这些烦恼习气都是在六道里头养成的。啊，中国古人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六道里头的人，迷的人多，觉的人少。纵然是觉，觉得不够彻底啊，啊，顶多是修善积德，啊，修善积德的目的何在呢？希望自己来生得更好的果报。所以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佛菩萨可以说是特别慈悲也。啊，我们要感激阿弥陀佛，为我们建立极乐世界。
帮助我们烦恼习气很重的人，也能够在一生成就。啊，就像这个前面所讲的，我们如果把目标定在极乐世界，我们的方向是西方，啊，目标是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我在这里断卧修善，我不要六道里面的果报。我就一心一意想到极乐世界，行不行？行。啊，这一部《无量寿经》四十八愿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真能去得了啊！啊，所以说，花苞在净土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那个殊胜的受用啊，远远超过我们想象之外了。啊，像这一愿里头所说的，借作阿惟越智菩萨，你这还得了吗？啊，阿惟越智菩萨就超越十法界了。啊，我们这一往生，自自然然就超越十法界了。啊，这个法门无比殊胜，稀有难逢啊！这一生遇到了诸位，记住一个总的原则啊，有我就出不了六道轮回，无我才能出六道轮回。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有我，方便有余土也有我，那个世界里头没有三恶道。那个世界里永远不退转。生到那个地方就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也就是说，四十八愿所说的，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全都具足了，你一样都不缺。那你细心去想一想，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好像跟阿弥陀佛没什么两样啊。真的，这从哪里来的？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本愿威神加持你的，不是你自己修来的。啊，那么在极乐世界要不要修呢？要修。你不能永远靠阿弥陀佛，你要在那个地方好好自立，好好的去真的断烦恼。啊，真断掉之后了，那是你自己修得的了。先没有修得之前要靠阿弥陀佛，修得之后就不需要靠阿弥陀佛了。啊，像儿女一样，没有长大成人要靠父母，长大成人之后要独立。啊，阿弥陀佛就像父母一样啊，细心照顾我们呢、啊，啊，个个成就。下面说，所以然者，菩提心量广大
边，长远无限，故能感得广大无际依报净土，长远无量正报寿命。哦，这句重要啊，太重要了。啊，前面这三句话，菩提心量广大无边，长远无限，这十二个字要紧啊。我们中国老祖宗啊，有一句话说，说得好，量大佛大。你那个心量不大了，那是你往生的障碍。啊，所以真正念佛的人要把心量拓开。大乘经里面常说，心包太虚，量周杀戒，那是菩提心。啊，给诸位说，那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么小心量呢？两个人住在一起都不能互不能相容，啊，都还天天吵架，啊，这是烦恼习气，这不是本善，啊，这是习性，不是本性，啊，从这些地方，这本性跟习性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本性是真的，永恒不变，习性是假的。啊，假的当然可以断掉。啊，真的自然就现前。所以，阿弥陀佛真心感得的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我们也用真心。啊，无量无边的这个心量，修四弘誓愿，啊，所以你必定感得弥陀净土啊，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你所得到的长远无量正报寿命，无量寿啊！啊，刚刚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无量寿。古人也有讲的，是有量的无量，啊，不是真的无量，是有量的无量，讲得通。啊，为什么呢？《观无量寿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往生是生在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啊，就是下品下生，在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时候你才能花开见佛无生呢？啊，花开见佛无生，就是圆教初住菩萨。啊，没有到这个境界，在西方极乐世界享受的阿惟越智菩萨的待遇，我们知道
是弥陀本愿加持的。这花开见佛悟生是你自己亲证的。啊，时间也不长，12劫。啊，我们看12劫好长啊，可是在诸佛刹土里面修行，一般讲修无量劫，西方极乐世界12劫就成功了。这是有量的无量。那么花开见佛无生之后呢，那就是变成无真正的无量了。啊，那是无量的无量的真的无量寿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事实真相要搞清楚，我们就决定不怀疑了。啊，古大德有不同的说法，我们都知道不同说法。不同在哪里？清清楚楚啊，没有疑惑除菩提心无能当彼，故设此心为彼正因，是名随事法心相也。啊，这一段讲的是随事法心，就是四弘誓愿。啊，我们一般人确实是可以学习得到的。啊，如果理要是更透彻，那你就太容易了。理搞不清楚，放下很难呢。理明白了，放下很容易了。下面说，所言顺理而发现者，啊，这给我们讲顺理。啊，理是什么？理是自信，真如本性呐。啊，也就是《三字经》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呐。我们要随顺性本善而发心就容易了。啊，随事还是随习性的，随习性的顺理是随本性为不一样啊。啊，你看，所以顺理而发心者，信皆诸法皆如幻梦啊，非有非无，立因绝律啊。第一个你相信，第二个你真正了解啊，信什么呢？了解什么呢？诸法皆如幻梦啊，宇宙之间一切法，这一切法我们现在用三种现象就把它包括了。第一个物质现象，第二个精神现象，第三个自然现象，就全包括了。啊，这三种现象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所以《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能信吗？很难相信。为什么不理解？啊，《开经记》上说：“
愿解如来真实义。主要的就是解这一句话的真实义。啊，非有非无啊，你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电视屏幕一样，电视上屏幕的现的这个像，你说它是有还是它是无？你说它是有，它确实不存在。你说它是无，明明在眼前。啊，你怎样在无中看到有，在有中看到无，那你就相信了。那有是什么？有是幻有。相有性无，事有理无。这是事实真相啊。今天量子科学家告诉我们，他们知道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没有物质这个东西。那我们都看到物质，是它才是没有物质。它根据什么说的呢？根据他研究发现的，他说物质的本质是念头，物质怎么来的呢？是念头累积连续产生的幻象。这就是说明，念头是从这个物质现象呢，是从精神现象来的。那精神现象从哪里来的呢？他现在告诉我们，他说无中生有。这些说法跟大乘经上讲的非常非常接近呐。啊，在菩萨出胎经里面，释迦牟尼佛提出一个问题，问弥勒菩萨。啊，佛说，心有所念。这是讲一般人，一般人心里头起个念头，佛就问他，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时？啊，佛这个问的好啊，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多少个细念？有多少相？相就是物质现象。有多少实？实是精神现象。啊，弥勒菩萨回答说，他一弹指。啊，这一弹指啊，有32亿8000年。
32亿8000年，啊，单位是百千，百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念头，累积，连续，它产生现象了。弥陀菩萨讲，念念成形，形就是相，形皆有实，实就是受想行识。每一个念里头都有色受想行识，那个相就是色。大乘教常讲五蕴呐，啊，每一个念头都是五蕴具足。啊，从哪来的？从念头起来的。哎，念头有没有呢？念头也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你说它有，已经不见了。啊，它存在的时间只有一弹指的，一弹指这时间很短了，一弹指的320兆，320兆分之1，啊，一弹指。如果我们弹指，啊，我相信年轻人，身体好的弹得很快。如果一秒钟弹5次，那现在用秒做单位吧，那一秒有多少呢？1600兆，啊，就是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1。你说它是有还是无？我们看到的现象啊，是连续啊，像这个像连续，就科学家讲是意念累积连续的现象，就像我看电影一样。啊，现在看电视速度更快，啊，从前电影用胶卷，啊，幻灯片胶卷。1秒钟24张，我们看到电影上好像是真的，看不出是假的，张张不一样啊，每一个念头不相同啊，还原观上讲得好啊，念头才起，周边法界畜生无尽，所以佛经比科学家讲得更清楚。不是无中生有，是自信。遇到缘，这个缘就是动。啊，所以现在科学家讲弦定律，啊，跟佛法讲的也很贴近。佛法讲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这一念不觉就是动，非常微细的震动。这个震动我们不能发觉。我们是心太粗了，叫心浮气躁啊，对于微细的这些念头啊，自己不能觉知啊。弥勒菩萨很厉害啊，你看这样微细的念头，一弹指32亿8000念，他能看得这么清楚。这用什么东西看的？
清净心看的。啊，我们一般讲定功。啊，到极深度的定功，你才能看见。啊，《大乘经》里面有说，八地菩萨，八地叫不动地，八地菩萨以上啊，看到了，啊，看到这个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它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就看清楚了。佛法是用禅定看到的，不是用仪器，比仪器还厉害啊，比仪器看得还清楚啊。啊，所以说明物质不是真的，精神也不是真的。啊，那个一念不觉也不是真的。啊，所以你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啊，你要说它有，你着相了；你说它无，也着相了。你愈迷愈深了。啊，所以佛只好说不可说，不可说。这不是不能说，因为你一说的时候，已经起心动念了，你已经有分别之处了。啊，这个东西一定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就真的了。啊，所以佛经上有一句话说：“唯物方知啊，你要不开悟，你不知道啊。”这个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到真性的体相作用，你已经真见到了。啊，真性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任何一法都是以它为体。啊，没有他，一切现象都不会发生。啊，所以他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啊，立因觉律，这句话告诉我们，立因觉律，你就真得了。啊，你用言说说不出来，律是思考。啊，你想想不出来，为什么？言语是说语，前无始啊。眼耳鼻舌身，这是什么物质现象？啊，色声香味触，这都是物质现象。自性它不是物质，所以六根六识对它起不了作用。啊，我们讲啊，这个六根六尘起不了作用，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啊，但是它有精神的元素，那就是自性里头有见闻觉知。啊，这是他自己本来有的，不生不灭，有见闻就知。灭了之后呢，在阿赖耶里头变成了受想行识，所以五蕴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心经》上讲，观自在菩萨，
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啊，照见五蕴皆空，就说明这三种现象不存在，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不存在，见性了。见到这个东西不存在，就见性了。啊，因为它不是自精神现象，所以第六意识圆不到。啊，就是受想行识圆不到。啊，六识圆不到。你看，六根、六尘、六识，圆不到自性，跟自性不相干呢。啊，于是自性啊，真的理言绝律了，没法子说，也不能想。以此信解，发广大心。啊，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你心清净了，你心这是永远在定中了。啊，为什么？六根皆所六尘境界。了解根尘识都是幻有，都不是真的，彻底放下了。啊，发广大心，这广大心怎么发呢？如果真的有个法，你里面这四种烦恼全去除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只要有个法子全去除了，你又变成凡夫了，你又回到六道轮回来了。此地这个法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法，这个法是个形容词，广大的心性呢，自然就显出来了。啊，只要你真正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自性全体自然就显出来，这叫发广大心。啊，虽不见有烦恼善法。啊，真的，他了解事实真相，而步步无。啊，他也不排除六道十法界这一些幻象，他很清楚，他知道这是假的，假的什么？不碍事的，就好像我们看电视一样，你对于整个电视的构造完全了解，知道这些影像全是幻象。啊，电视屏幕一尘不染，干干净净。啊，需不需要把这些像把它去掉呢？不需要。像是假的。啊，确实没有染污到屏幕。啊，坚信之后，看整个十法界，看六道轮回，就跟看电视屏幕情形完全相同，这非空非有啊，啊，非假非真呢、啊，啊，你的心就清净了。啊，而不无可断可修。啊，他不排除断烦恼，也不排除修法门。
为什么？因为不了解真相的人很多，你跟他讲讲事实真相，讲不清呐。啊，这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还原观上讲的随缘妙用啊，这就随缘妙用。啊，只有真正明白的人才能做到，不是真正明白人想学，学的不像。啊，假的不是真的。啊，是故虽愿习断习修，而不违于无愿三昧。无愿三昧是他的真心。这是什么人呢？悟后的人，真正开悟、明心见性之后，他在这个世间，那就是还原观上的四德显露了。啊，那真正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啊，真的是待众生苦啊！啊，早年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实验，啊，做的这个样子，啊，历代这些祖师大德，这其中不少的人，也达到释迦牟尼佛的境界。在中国五灯会员里面1700多个公案啊，例子啊，传灯录里面所记载的啊，教下的大开元节啊，净宗的礼义先不乱一会儿。我们把它综合起来，佛教传到中国2000年，其如这个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境界，至少在3000人以上啊！这个估计啊。不过分了，很保守的估计，在3000人以上啊，那他们为我们所实现的，跟释迦牟尼佛在世没有两样啊，这真叫无尽的慈悲也啊，岁月。戒度无量有情，而不曾能度所度。啊，他教别人，众生无边誓愿度，他也认真在做，不着相了。啊，《金刚经》上讲的，四相放下了，四见也放下了。啊，他的心真的是清净啊。啊，跟这个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啊，所以非常认真精进，在那个地方努力的啊，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没有起心动念过，这就是。而不曾能度所度，
他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当然没有分别之处。这个境界我们现在能够体会到一些了。若不是常识熏修，很难体会。故能随顺于空无相。前面讲无愿的大三空三昧啊，空无相无愿，前面这一句讲过无愿，入经言，这《金刚经》上说的话，是灭度无量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啊，灭是灭烦恼。度是帮助他了生死、出三界、证般涅槃，这都在这一个字里头包含着。做得不亦乐乎？心里有没有呢？心里没有。心里如果真有，度了众生了，做了好事了，哎呦，断了烦恼了。却诸位说，他没有超过六道，他所修的是世间善法，出不了六道轮回。他死了之后，他往生到天道，一定要心里头痕迹都没有。连阿罗汉都不着相了，他才能出六道轮回啊，还出不了十法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但是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法门事出世间法只有这一门，没有第二个门路，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这个法门呢，我们今天凡夫啊，有烦恼断了，真有烦恼啊，真有众生，我们在帮助他了，我们都着了相都有分别执着啊。照大乘经上，你是世间善法你跟这个经义完全不相应，可是一心求生净土的话，那行。我们这些人生到西方净土，生哪里？生凡圣同居土，这个一定要知道四相破了，像《金刚经》上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者受、无受者相，四相破了。断烦恼，度众生，修善法，生方便有余土。没断的生凡圣同居土。可是极乐世界很殊胜。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阿弥陀佛加持你，你也是阿惟越之菩萨，这个不可思议。阿惟越之菩萨在华严经里面初住以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到极乐世界弥陀本愿加持，把你提升到这个境界，可是你还是凡圣同居土，你并没有离开凡圣同居土，
可是你的智慧、神通、道理，跟明心见性的菩萨完全相等。啊，这个相等是阿弥陀佛加持你，不是你自己证得的。啊，自己证得的，我们前面说过了，在极乐世界修行，当下下品往生自己证得，啊，成为阿惟越致菩萨，要十二劫之后。啊，这十二劫当中，这是佛加持你。这是十方世界找不到的啊！大乘教里面八万四千法门没有这个法门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门与大道啊，特别法门啊！所以这一部《无量寿经》在大乘法里的第一页经呢。啊，华严法华，最后都是念佛归净土。文殊普贤，那是密教里头的金刚萨埵。啊，最后表演给我们看的都是念佛求生净土，这个视线还得了吗？啊，说实在话，这也是黄念祖老居士当年在世的时候告诉我，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往后，佛的法运还有9000年。只有净土法门，只有这一门，一生成就。除这一门之外，一生不可能成就。这个机会我们要把握住，不把握住那就太可惜了。啊，我们再得人生，再遇到这个法门，那谈何容易啊！下面说，乃至广说故。如是法心不可思议，是名顺离法心相也。啊，离我们在大乘经里面虽然不是正悟，啊，念多了，听多了，慢慢理解了，叫解悟。啊，解悟啊，能帮助我们随时发现呐！啊，这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自己有把握啊！特别是现在灾难现前啊，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2010的大灾难。啊，2012大灾难，啊，有很多同学来问我，我们学佛如何应对这桩事情？佛在经上告诉我，老实念佛，要知道。前清乾隆时代，灌顶法师
告诉我们，事出世间，遇到了灾难也好，困境也好，一切疑难杂症，大乘经教里面所有的方法都不能解决了，都解决不了，最后还有一个方法，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没有不能解决的。这个开示里头最重要就是一心专念，为什么有人念得很灵，有人念得不灵，就在这一心专念四个字上。有人念得很勤，他还有怀疑，真的吗？还有夹杂，功夫不纯呢，所以他没有感应呢。功夫要真正纯，感应就在现前。这么多年当中，我们同修当中看见过。感应真正纯，他不要多长的时间呢，两三年的时间，他就有非常好的效果。那他做表演给我们看呢？他表演，他往生了，他预知时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走，佛来接引他。不生病，站着走的，坐着走的，那表演给我们看了，瑞相稀有，这能是假的吗？这些人在我心目当中都不是普通人。佛菩萨再来表演给我们看的三转法轮里头，这些人来做正转，他来给我们做证明我们从经典上明白这些道理了。再看到这些修行人的榜样，四相上，我们看到证据了，这还能不相信吗？这还能有疑惑吗？如果还有疑惑，还有夹杂，那就继续赶快再用功。从哪里用功呢？从经教上用功。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那就没有白教。你要不从经教上的时候，你就是迷信啊。我们读了大乘经教，听到今天的科学家的报告。无论从宏观宇宙到量子力学，跟佛经是越来越接近。这是好事情啊。所以我有理由相信，20年、30年之后，世界上宗教要想存在很困难，非常不容易。佛教会永远传下去，它不是宗教了，它变成科学。在这个世界上，它是高等科学。
啊，你看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啊，依照理发心，啊，就是顺理发心的，心结诸法皆如幻梦，非有非无，理言绝律。今天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没有佛讲的这么清楚。啊，他们要是发心来学佛，成就的速度比我们会快很多。他有基础。啊，佛经他一听就懂。啊，也像我们一样，我们对佛经很熟，所以他的报告我们一听也懂。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今天这些科学家所讲的，是一桩事情。啊，真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解决自己，不生不灭。所以了生死，出世法界，这是一点都不假。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